南投的长照做得非常的好，大概一直都是全台湾前三名，所以他就喝。但是他讲这个基础相当怕的，就是培会这里位，打工人的拉差，好想法竞争。那时候当不分区的立委，积极的介入，积极的提供地方的需要，这个是五星呐、啊，五星呐、啊。这几个政治人物想要变脸三回，五星呐、啊。其实他选举也对就以上，一对就以世袭的单位，因修以上位是家族的利益，因修以上延续他们家族的政治利益，但是培会不是啊，培会是在的南投的，哦合作件啊，百工百业啊，挺培会，培会为南投争一口气。再去过来，我希望3月4号，南投为台湾。